欢迎光临。没有客人，没有人。真的没有。你要来吃豆花吗？你要吃豆花吗？大哥你好，要吃豆花吗？要不要来吃豆花？来来，快点。开门，开门！我们要，你要，你就用拦着，他就会露腿，对。欸、我们看方圆百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只有车，不可能零客人吧？欢迎光临。没有客人，没有人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出来挥，还是我们拿着在外面这样子？哎，可以哦，是不是？可是它又，可是要保存。可是那个冰的。对啊。还是我们先提供试喝。你完蛋了，营业额要领了。嗨，你们会不会口渴啊？要不要喝豆浆？我们现在帮忙他们卖豆浆。要不要来吃豆花？来来，快点！来来，三大，来，我们坐那边户外桌好吗？这边，这边。你们从哪里来？我们从彰化市。来，姐姐，你手借我。哎，要要要，请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叫他们排队了。我把椅子拉出来了。大客满哦。对，我知道。你要来吃豆花吗？你要吃豆花吗？大哥你好，要吃豆花吗？要不要来吃豆花？来来，快点！其实我们有去隔壁的餐厅招揽客人，但因为他们在吃饭，前面十分钟来的比较稀稀疏疏。浩哥去外面招揽的客人，好像一刹那就是一堆人订单就突然暴增，然后中间有一度其实我们忙不过来，那要感谢浩哥，所以浩哥很适合外场。我一直站在路边的时候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今天是非假日，刚在站在门口，其实蛮多人就是。打开窗户跟我 say hello， 那 say hello 就是最好沟通的桥梁。